朋友你好，冬至就要到了。冬至日意味着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严寒天气，这天过后，白天逐渐变长，夜晚逐渐变短。冬至到了，祝福送至，心到想到得到，福到运到财到。朋友祝福很重要，收到一定心情好。祝每位朋友每天都有好心情，四季都有好身体。我要送你秘制爱心饺，架上关怀的灶，支起友谊的锅，以温暖为馅儿，以健康为皮儿，以快乐为汤，用真情煮，送你一盘热腾腾的饺子，蘸上幸运酱，加点儿如意醋，吃一口快乐，第二口幸福，第三口顺利。吃吃饺子，过好日子，看看微信，找找乐子，保暖锻炼，注意身子，天气寒冷，迈开步子，饮食均衡，管好肚子，笑口常开，多赚银子，遇事心宽，不出乱子，送上祝福，幸福一辈子。吃了冬至饭，白天一天长一线，吃了冬至饺，心情一天比一天妙。冬至拉长了黑夜，变不了我对你的思念。也许祝福只是一种形式，却能带给我们温馨。愿所有美好的期望和祝福涌向你，祝你温暖快乐过冬至。请将这些福气也传递给你最重要的人，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第一个发给了你。你也赶紧的手指按一按，把祝福送给你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吧。灰区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搜索 FBB977 FBB977， 关注后免费进群。